我把年轻人，我这真不缺伙计，我力气大，还学过功夫呀。那我更不敢用了。快散开！快散开！快散开！ 这事儿怎么乱？没事就好，没事。真是个大好人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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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周若柔那么卖力啊，老板给你加薪去了。我有的是力气，用不完呢。周若柔过来喝完酒啊，物货要得急，改天来啊。要说今天的包子好香啊。你小子少少滑头，不用说好听的。包子啊，活腻了，小王八蛋还想要钱。想要钱是吧，好，给他算算租金。租金我们早就交了，下个月的。少啰嗦。租金是租金，包子钱是包子钱，你这是不讲道理。没事没事，不就是几笼包子吗，就当我请客了。讲理是吧，拳头讲吧。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回事？快叫他了。今天的损失算下月租金，以后再欺压老实人一定饶不了你。表少爷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走。你还有心思笑我，这下麻烦可大了。来收拾去吧，大快人心。Thank you.
别！精进了许多、啊。哼，你个卖猪肉的都敢打我谋士武馆的脸，你蔡金宝平时的威风都哪里去了？多带几个兄弟过去，教教他怎么做人。我不要李子。义父，我一定把面子给你找回来。李子辈的兄弟，跟我来！是。我不愿意收会功夫的，就是怕惹事。你得罪的可不光是蔡进宝，牧师武馆财大气粗，和谁讲过理？或是我惹的，只要不连累你们，你让我怎么都行。要不你先离开广州，去外面避避风头。也许我还能躲过这一劫。阿荣行侠仗义，我们为什么要怕他？小孩子不许插嘴，出去玩。哼。小朋友，你知道什么是行侠仗义吗？蔡少爷，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小孩子他不懂事儿。今天我教你什么叫行侠仗义，你看好喽。放了他俩，是好汉就冲我来。想做英雄好汉，我给你这个机会。好汉怎么样？真给西武先生丢脸！你是用这只手打的我吧？就当是赔礼了。不赔，想赖账？那我就在别人的身上收利息。好。我这条胳膊你拿走，只要你不再找袁叔麻烦，这件事我认了。成交。真是杀猪不用宰牛刀啊。你住手！行。哎呀，表少爷，老爷说了，今天的事是一个误会。你说什么？老爷还说，既然这位林兄弟是黄师傅的朋友，那自然也就是他的朋友。朋友之间不能伤了和气。黄师傅。黄师傅，您多谅解。姨母担心老来无靠，就把庶出的表哥供养在自己身边。因为这层渊源，家父又对他照顾有加，所以性情骄横跋扈。没想到这个蔡进宝心胸过于狭窄了些，一直对他原本庶出的身份耿耿于怀，总疑心别人瞧不起他，有时候确实有些小题大做。今日之事想必也是这个缘故吧。
这才冲撞了黄师傅的朋友。穆馆主言重了，都是习武之人，火气大，摩拳擦掌，在所难免啊。黄师傅爱交朋友，在下是知道的，只是不知道那个卖肉的伙计是怎么得了黄师傅的青眼。交朋友看缘分，我们习武之人不能以身家地位衡量高低。再者说，我黄飞鸿也不过是市井中一介郎中而已。啊，黄师傅的胸襟，在下十分佩服。犬子成威，对黄师傅也是敬慕已久。晚辈对黄师傅向来仰慕，一直很想拜黄师傅为师，还请黄师傅不嫌弃晚辈资质努钝，收晚辈为入室弟子。我定不辜负您的栽培，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人。穆少爷过谦了。黄师傅，这是我收藏多年的千年何首乌。黄师傅是爱药如命之人，也只有您才能物尽其用。使不得，无功不受禄。林世荣的事就算过去了，看在你我同道的份上，还望多多提携成威。袁叔，啊，黄师傅是哪路神仙啊？他为什么要帮我？还好意思说自己练过洪拳，连我这个杀猪的都知道。宝芝林的黄师傅是洪拳大家，你小子有福气，黄师傅给你保住了这条胳膊。那他的功夫肯定特别厉害。傻小子，见识短。就说今天这事儿，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，他却站出来帮你。我觉得这才是黄师傅真正让人佩服的地方。二位还抬举黄某人吗？这现如今整个广东的武林同道，谁不知道少馆主可是赫赫有名的后起之秀，声名之盛不亚于在下。这拜师一事，黄某人是万万当不起的。黄师傅这是瞧不上犬子了？馆主言重了，诚如刚才在下所说，交朋友看缘分，这拜师收徒同样也看缘分。黄某认为我与少馆主可能更有做朋友的缘分。黄师傅，爹，此事是我心急了，贸然提出的确显得诚意不足，黄师傅多考虑一些时日也是应当的。少馆主好气量，黄某谢过，告辞。刚才我这儿讨了人情，客套话都没说一句就当面拒绝了，这不是明打我耳光吗？黄师傅功夫固然不错，可是好拳师有的是。好拳师是有的是，可黄飞鸿只有一个，我要的是他的名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表少爷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这是老爷的一点心意。俗话说百善孝为先，你离家许久也该回去看看了。鸟都不愿意生蛋的地方，哼，姨父可真是大方。表少爷哪里话，那儿现在开了学堂，还有许多的铺子要开，一年下来租金也不少。赶我走，黄飞鸿就能收穆成威这个天才？哎呦，表少爷，老爷对您不薄，何必伤了亲戚情分？这归我，你先替我收着，租金赏你了。不，烦请您回个话，我还有个条件。
蔡金宝，比武可以，伤了你可别说我们父子欺负你。表哥，你要真想比，我们点到为止，即使死伤也不给姨父添麻烦。还请表弟多指点。以偿，黄飞鸿要是收了你，别忘给我传个喜讯。哼！原来我资质这么浅薄，大家一直在让着我。爷爷。我在广州站住脚了，袁叔对我不错，您也替我高兴吗？您早就跟我说过，行走江湖不能光靠拳头硬，我今天总算是明白了。您老希望我早日成家，恐怕要暂时辜负您的期望了。不过我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，您在天上保佑我，我定会成为像黄师傅那样的拳师，给家里添光加彩。快进去吧，别玩弹弓啊。来，我来，放到哪儿？那边。好。活了吧？谢谢。还有要搬的吗？我力气大。暂时没有了。那什么时候再搬？要不要把我们关心老师也搬走啊？阿荣，你快回去吧，别在这儿给我丢人了。哼。好，走了。别笑了，人家看上你了。他谁呀？小豆子家的伙计。啊，我们该给孩子们上课去了。
荣啊，丢钱了？没有。看你那魂不守舍的样，这猪肉都拉坏了，还能卖吗？我不能儿女情长，我要去上城红军。赶紧干活！老板，结账。哎，来了来了，钱给您放这了啊。哎，好。您慢走啊。哎，好嘞。烦请问一下，黄飞鸿师傅的武馆在哪儿？啊，你再往前走几步就到了啊。他们就这么大名大摆的练拳，就不怕被别人偷师吗？那是你太不了解黄师傅了。请问黄师傅他在吗？你是来拜师的吧？啊，他在里面，但是他不喜欢别人打扰他下棋。哦，多谢。您拒绝穆家父子的拜师请求，都是武学同道，恐怕日后见面未免尴尬。您收了那么多弟子了，何必要拒绝一个穆成威呢？我教的弟子有两种，一种是挂名弟子，练拳只为强身健体；另一种是入室弟子，我会给他们真传，他们担负着把洪拳继续发扬光大并传承下去的重担。穆家行为处事有失严谨，至于穆成威还有待考验。穆成威曾与我未婚夫是同学，我对他有所了解，他的习武资质非常的好。资质和人品缺一不可。你找我吗？啊，黄师傅，黄师傅，我想拜您为师。关先生，看你身形步伐，你学过拳，师从何处？我自幼跟爷爷学洪拳，只学些皮毛，未曾拜师。接住他！资质粗浅，想拜我为师可以。取下关先生头上的发簪。关先生是女，黄师傅，这也太容易了吧！我教你那套腾挪转闪的步伐，你也练了很久了，今天正好展示一下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。林世荣，出手吧。关先生，请教了。关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对不起，黄师傅，晚辈资质有限。你这个徒弟，我收了。谢谢师傅。师傅，你不是说资质和品行
一样都不能少了。还有一样，看缘分。没听懂。依我看，你是想保护袁叔一家吧？有关先生这样的棋友，黄某荣幸。我请了广州五行的头面人物一起约黄飞鸿喝茶，这回他一定会点头。爹，我不想再拜黄飞鸿。你这是什么话？就因为我是你儿子，大家都让着我。要不是蔡进宝，我还是个自大的傻瓜。我不想再自欺欺人，我要走自己的路。放心，我一定让黄飞鸿收。老爷，又出什么事了？黄飞鸿请了广州五行大部分的头面人物去松月茶楼，他要收徒。收徒不看出身，真让老夫佩服。就怕有人不高兴。黄师傅做事光明磊落，谁会说闲话？等着瞧吧。黄师傅。洪拳是岭南名拳，黄某不才，学洪拳多年，博得一些虚名。我一直有个心愿，就是收有德行、有天分的弟子。希望将洪拳继续发扬光大。今天请大家来做个见证，我正式收林世荣为入室弟子。好。恭喜黄师傅。未免太着急了吧。身为武林同道，在下只是晚来了一步，黄师傅也太不给面子了吧。众位，失礼。穆馆主。失礼。穆馆主海涵，请坐。黄师傅，听说你有教无类，为什么我儿子三番五次拜你为师你不收，却收了一个卖猪肉的伙计？难道是我穆氏武馆对黄师傅礼数不周？还望黄师傅给个说法。穆馆主这样质问黄某，实在惶恐。哼，厚此薄彼。难道黄师父跟我穆氏武馆有深仇大恨？收徒本是你情我愿之事，还请穆馆主坐下喝杯清茶，此事从长计议。顾左右而言他，你当在座的各位都是什么人？武术乃我中华国术，自古以来习武之人只讲武德和天资，有德有才的人即便是贩夫走卒也有学武的资格，无德无天分的人就算是皇亲贵胄，黄某也断不会传授一招半式绝技。这个卖猪肉的德从何来，才从何来？难道穆馆主想让我收蔡进宝那样危害四邻的人为徒弟吗？黄师傅，你这是要撕破脸吗？阿荣，警察。我儿一片赤诚之心，你几番羞辱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你，穆馆主，你想怎样？给你个面子，
按武行规矩办。好，那我就当着全广州的同行，顺了穆馆主的意。哼，你我身为长辈，动手有失身份。你既为狮王，那就让我儿子与朱肉荣斗狮见高下。如果我儿赢了，就请黄师傅给个面子，收他为徒；如果他输了，此事一笔勾销。爹，我们是来道喜的，两件事一块办了。我可以听你的，但比试完不管输赢，您听我一句，行吗？黄师傅，外面请。请。师傅，我不会误事。万物皆一体，狮身在其形，拳法乃其本，以及雄狮、雄狮及女，两者融为一体，乃斗狮根源。哦，政委，舞狮你是行家里手，这是你找回面子的机会。师傅，请喝茶。爹，嗯，你已经答应给我学拳的自由了。我一定会给你找比黄飞鸿高明一万倍的师傅。还拜什么师？这都跟黄师傅结仇了。咱们成了广州武行的笑柄。我儿，你是穆氏武馆的未来，打败黄飞鸿师徒，雪耻全靠你了。你能明白为父的一片苦心吗？爹，我想过了，我不再学洪拳，我要另辟蹊径。另辟蹊径？你要出洋？对，你知道我的志向，我一定会让咱们的武馆成为广州城最好的武馆，而我也要超越黄飞鸿，成为咱们广州城的下一个传奇人物。好儿子，有志气，爹支持你。
敬了天地，拜了祖师，你就是我洪泉的正式门人。师父，徒弟谨记在心。洪泉乃祖师至善禅师传承至今，为师从今天起传授给你，望你能将其发扬光大，重任还要立德，止戈为武，武乃停止干戈，德以仁义为心，以上止正为操守，有武德之人才能成为一个人人敬重的拳师，才能把洪拳传播得更广更远。师父，我一定努力，不会辜负您的期望，叫我练拳吧。你现在需要的是练心。练心？习武之人忌邪、狠、歹、逞、躁，你先需磨练心性。看到喽！让一让，让一让。你回吧，我这一去不知道要多久，吃不成不还乡，照顾好我爹，让他少动用。少爷，你保重。关心。好久不见了，听张老师说你要出洋。我说悄悄走就行了，我爹非要搞个送行仪式，搞得众人皆知，我不衣锦还乡都没脸回来了。说得跟上战场似的。我来送你是有事相托。我说呢，关心怎么突然关心起我来了？说吧，什么事？想让你帮我带着詹姆斯钢笔。上学的时候，我有一支这个钢笔，仲贤特别喜欢，可我要，我没给他。是的，这是他生前最大的愿望。拜托你。看报喽！放心吧，除了学拳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马上给你送过去。阿荣，你教我学拳。你应该好好学习，别像我目不识丁。比我大的同学老欺负我，学会了我好打他们。嘘，你也最讨厌这个。我告诉你一个关心老师的秘密，你教我学拳公平。那你说说看啊。未婚夫，看你这表情就知道你喜欢关老师。小豆子，试试这件衣服合不合身。阿荣啊，阿荣，来，你说说你，我给你记上。这么简单的账你都算错了。哎呦，关先生在啊。袁叔。哎呦，这让您又破费了，您比他那没了的爹妈还亲呢。有您这样的老师，是我们小豆子前世修来的福气啊。袁叔，你就别跟我客气了。关老师，衣服好合适。对不起袁叔，都怪我不识字，要不您从我工钱里扣吧。别光顾着练拳，我这小本生意啊是咱们仨的生计，你得上点心呐。Thank you.
谢谢你陪我来，这是我心里放不下也不愿意放下的人。温老师，看到你这么伤心，我想起了我的爷爷。他走的时候和我说过，他会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，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生活。阿荣，其实你爷爷一直没有离开你，就像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一样。关老师，不用，没事。你就别逞强了，阿荣力气大，让他背你。你这是怎么了？你可不能有事，孩子们都等着你上课呢。朱若柔，关老师是最爱干净的人，你手上的油洗干净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关老师心里是有人的。张老师，你别这么说，阿荣是好心。看见了吗？我们关老师是有文化的人，知书达理。阿荣，你想学识字吗？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智则国智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富则国富，少年强则国强，少年独立则国独立，少年自由则国自由，少年进步则国进步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。今天起，我教你虎鹤双形拳。谢师傅。虎鹤双形，顾名思义，是指模仿虎与鹤而创之拳法。哼，有鹤的灵动飘逸，有老虎的凶猛劲头，哈，哼，威猛，如猛虎扑食。
敏捷如白鹤亮翅，形与神兼备，力与气并列，内外兼修，刚柔并济。是拳术之正脉。哎，是练哪劲儿啊？哎，咱们说说。其他人呢？都说等少爷回来了再过来，其实都去黄飞鸿那儿了。可想死我了！老爷莫动气，莫动气。好，那就等程威回来。你想干什么？体虎安，从今天起，这个武馆就是我铁头菜。这里以后我说了算。程威信上说快回来了，啊，去松月楼准备接风宴。还有一个人也回来了，蔡金宝。他回来竟然没让我知道。他现在威风得很，四处踢馆，强行霸占，不知他在哪儿学的功夫，很厉害，自称铁头菜。原来打败那些红拳拳馆的是他。他不会恩将仇报吧？不会。他最记恨的是那个猪肉荣，好戏才刚刚开始。阿荣，那铁头菜太霸道了，这不是欺负我们广州武行无人吗？那个混蛋还说专打练红拳的。哎，你赶紧跟黄师傅说说。师傅他外出巡诊，得需要十天半个月才能回来。他是什么人？现在在哪？现在就在我的武馆，已经姓蔡了。铁头菜就是被你打败的那个蔡进宝。我怎么觉得他就是冲你来的？这件事儿得等师傅回来。
校的租期到了，这块地皮我要收回来。您怎么不早通知我们呢？也好给我们一个准备时间呢。黄师傅回来，恐怕咱们广州的武馆遭青菜了。就是啊，怎么办呢？师傅走的时候跟我交代过，阿荣不让。阿荣，阿荣，阿荣，关心老师被人打伤了，在哪儿？快带我去。就在学校。在这等我。走，你想干嘛？讨债！这赶快放了关先生。这块地是我的，租期已到，收回来天经地义。但是这位关先生打了我的兄弟，让我放人可以，咱就新账旧账一块算。你想怎么算？这是我给你准备好的擂台，今天打赢我，你可以带着这个女人离开，账一笔勾销；输了，把欠我的那条胳膊还回来。不过，我会把你和这位关先生埋在一起，成全你们这对野鸳鸯。好，那就来吧。这么阴毒的招式，你从哪儿学的拳？大师有请。你是我们武学中人的败，多管闲事，准备接招吧。
输，哼！呀！事情做过了吧？表哥，给个面子，放了他们。既然老天帮，就让你多活几日。告诉姨父，改天我去看望他老人家。申请，你今天啊，不该阻止蔡进宝这个孽障。他欺凌妇孺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少爷，老爷也是为您着想。如果蔡进宝要是伤了林世荣，黄飞鸿自然会出头。我们届时可以坐山观虎斗。我出洋三年，学会了一套凌厉的西洋拳术。为的就是找回我们穆家的尊严。有志气，我心甚慰。啊，今天为你接风，不谈这些。来，少爷，请。老爷，蔡进宝要见你。表哥，表弟，你刚回来，我特意来为你庆贺，让我在这等着，不觉得无礼吗？表哥，别再记恨我爹。
毕竟我们是亲人。喝了几天洋墨水，就是不一样。我早就忘记了。听说，你武功大有精进。看来你在西洋，也没少吃苦头啊。我在西洋学了一些拳术，想跟你切磋切磋。好啊，我也正有此意。先休息，我和进宝喝个茶。来去吧，老爷。姨父这次又想给我多少银票？金宝啊，你是个好孩子，姨父一直心疼你。当年那样做都是黄飞鸿不懂情理，我也是迫不得已呀。你扬眉吐气的回来，姨父很欣慰。不过，现在你又得罪了黄飞鸿师徒，我很为你担心呐。是吗？那个猪肉荣，早晚是个麻烦。姨父这是想借刀杀人呢。在广州，做你自己的事情，有事姨父给你撑着。我们毕竟是一家人嘛。阿荣，你现在应该好好养伤。这些都是我刚从山上挖来的，也都是你喜欢的花，栽不栽下都枯萎了。过去的都过去了，除了伤痕，什么都无法留下。心里的痛楚要学会忘记。阿荣，你现在应该静下心来想一想，懂吗？关先生，我想和你拍张照片。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哪有勇气去找？我会把它放在心里，不想忘记。停！你们真是给我丢人！连一个女人和一个废物都找不到，限你们三日。如果再找不到，
都给我去死！是是。你把面纱摘下来吧。关先生，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是最美的。生死状已签，死伤各负其责，无论输赢，双方都不许再寻衅滋事。你可有反悔？不反悔。林世荣，先签生死状，再进行比试。蔡金宝，我敬你是条汉子。今天不管谁输谁赢，以往的事情可否一笔勾销？这是国事无常，我既然按你们所谓正派规矩来，就说话算话，绝不再纠缠。
你所练的阴毒武功已经让你元气大伤，我今天废掉你的武功是不想让你再害人，希望你能改邪归正，从头再来。你虽然为百姓除了遗憾，但是你出手太重，黄师傅一直说以德服人，他肯定不能答应。再者，蔡进宝也不是那种能悔改的人，恐怕你已铸成大错。我行得正坐得直，像蔡进宝那样的恶霸，我没杀他就已经算心存善念了，何况这件事已经了结了，不会再有事端，你就放心吧。你身体应该恢复得差不多了，该回宝芝林看看了。你不在，万一医馆里有什么事，黄师傅会怪罪你的。我的话，不要让人知道他在这里。是。你走吧。从今天起，你已经不再是我的徒弟。师父，弟子愚钝，我哪里有错？请师父明示，我一定悔改。举起拳头之前，应该学会放下拳头。心性稳定后，方能登堂入室。孝悌正义，除暴安良，并非逞英雄、意气用事。慈故能勇，俭故能广，不敢为天下先，不能成器长。阿荣，黄师傅将你逐出师门，我也感到很意外。但是，只要你能够领悟黄师傅的苦心，我相信你能够重归师门。关先生，我苦思了这么久，还是没能理解师傅的话。你能告诉我吗？其实，总结起来就六个字：自强、勇敢、博爱。重点就是博爱。博爱。博大的胸怀，关爱所有人。关先生，我懂了。照这个方子转。哦，谢谢黄师傅。阿荣，人品淳朴，但性情偏激。他是我的入室弟子，担大任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。这些事理，关先生你比我懂。黄师傅需要我开导开导他吗？不用。如果他不能领悟这个道理，就没资格做我的入室弟子。我们把这盘棋下完吧。关先生，你输了。黄师傅好棋艺。不是我棋艺好，是你今天心不在焉。
你出去寻师访道这些年，也没见你功夫有长进，搞成现在狼狈不堪的样子，我怎么向你母亲交代啊？不出事是衣服，出了事连路人都不说。不管出，你别昧着良心说话，现在还不是我来养着你。谢谢穆观主，如果我能挺过来，我能下犬马之劳；如果我没挺过去，你就抬着我的尸体找黄飞鸿要个说法。别想那么多，你得给我好好活着。穆氏武馆要的肉，你去不合适。没有什么不合适的，如果见到魔馆主，我会主动向他认错的。好吧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是两家的货。这个猪头和精肉是陈记油店的，今天是他60大寿，别给耽搁了。放心吧，云叔。你这是，这个猪头给蔡进宝，让他补补身子。算我的。行了，赶紧走吧。今天是什么日子？
表少爷想回老家，他今天特意下厨向您辞行。走就走呗，还这么客气干什么？姨父，这是我的家乡菜，母亲教我的，多年不做，手艺生疏了，您讲讲吃。好。金宝啊，你这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等养好了伤再走吧。啊，嗯，嗯，好，有江南的味道。姨父，嗯，我身体已经恢复得很好了，估计我这条瘸腿也就这样了。嗯，我打算回老家照顾年迈的母亲。如果姨父觉得好吃，说明我这手艺还能开个小馆，维持一下生计。好，那干一杯。嗯嗯，来来。嗯，去给表少爷取点盘缠啊。哎，是老爷。二人确实中毒而死，这些菜里唯有粉蒸肉有毒，常见毒药银针则会变黑，但紫毒却使银针变成紫色，我从未见过这种现象，此事有蹊跷。猪肉来自原记肉铺，送肉的就是猪肉肉，他与家父和表兄有过节，此事必是他所为。穆少爷，你是见过世面的人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的确林世荣嫌疑最大，但是林世荣自己送肉，又在自己肉里下毒，你不觉得很愚蠢吗？林世荣虽为黄师傅的入室弟子，但是解释也未免太牵强了吧。我没有报官，就是想给黄师傅一个面子，但是杀父之仇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谢过穆少爷，能否给些时日容黄某查清此事？可以，我给你三天时间，三日后我会请广州武学同仁到国术会场以权论生死，如果林世荣生，算家父与表哥自作自受，如果我赢了，黄师傅莫与我结仇。我一定会尽快查明真相，我相信绝非林世荣所为。都是我连累了大家，现在袁记也关张了，街坊们买不了肉，见了我也都躲着走，师傅也不愿意见我。关老师，我该怎么办？阿荣，我相信此事非你所为，虽然穆城未约你比武，
但我相信他是抱着必死之心来的。你要记住，博爱。啊。你待在这里，我去找黄师傅。黄师傅，阿荣现在情绪很低落。洪拳练到高深之处，静才是根本。他经历了这么多，很难承受这种打击的。静则聚气，筋骨气脉通畅，而后内劲爆发，绵绵无穷。他是清白的。内外合一，刚猛如金刚。黄师傅，你想想办法帮帮阿荣这次吧。这就是洪拳的秘诀。黄师傅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林世荣的内心就像这缸里的水瓢，只有沉入水底，他才能明白做人的深度。只有承受无情打击，他才能在痛苦躁乱中找到他的初心。黄师傅，你就别讲这些大道理了。怎么办？我快急死了。只要你选择相信阿荣就够了。明天的比武，您有把握赢吗？明天他必死，此事重大，您有什么需要我做的，尽管吩咐。我需要上好的西洋生牛肉。生牛肉？我练的这种西洋拳，它的爆发力过强，体力消耗过快，练习者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恢复。我需要补充营养。好的，少爷。阿荣，你不要怕输，更不要逃避输的后果。相反，你应该正视这些。这些虽然是你的负担，可同时也是你的力量。有些时候，一个人负重前行未必是坏事，因为你身上的负担越是沉重，就越能激发出你的力量。洪拳的绝药都在这里，我们都相信你。你也要相信你自己。这是师父给我的。无论何时，都别忘了你的初心。关心先生，我想请你见证
我洗白冤屈的那一刻，我就不去了。那样，你能安心比武。如果我输了，请你告诉师父，我林世如无愧于心。真做了亏心事，跑了吧！就算我能看走眼，那黄师傅也不能看走眼啊！可是黄师傅也没有来啊！再等等，再等等，总怕这一世英名啊，要毁于一旦呢。以后咱们收腿，可要怎么还没到？少国主，时间已经过了半个时辰了。我宣布。林世荣未能赴会，有违武道尊严，按规矩，穆氏武馆穆成威胜，林世荣被清出。林世荣前来赴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这可算是来了。是呀，正头疼啊，这受伤了。哎呦，这还真是啊。少馆主，令尊的事情不是我所为。还请你节哀。想证明你的清白，且生死状吧。少馆主不要加深误会，我已查明真相。穆馆主中的毒是一种西洋毒药，西洋毒药从码头流入广州黑市，第一经手人就是他。
我是正经药商，铁头菜委托我代买给他，我拒绝多次，但是他拳头硬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原来是这么说，林世龙还真是药商。这是测毒的银针和毒药，劳烦几位给做个见证。诸位来看一下，这么看没见过。见过吗？穆少爷，您在西洋也待过，这种药目前以我们的技术还无法生产。蔡进宝这是想借刀杀人，穆少爷，你上当了。郭先生，郭先生，你是一个好人，看到你度过了这个难关，我很高兴。你要走的路还很远，你要跟着黄师傅好好习武，还要多读书。曾经有你这样一个朋友，我很荣幸。我不是想离开广州，而是想离开这个伤心地。我会去很远的地方，阿柔，忘了我吧。